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因为风面通过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可能会形成上大雨。咱做伙来看分图。气象署针对宜兰的山区发布豪雨特报，嘉南、台北、新北、宜兰会有局部的大雨，尤其是北海岸甲山区可能会落大水雨。东南部是侪云较好天，过道都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公雨。明仔是双十节。天气嘛，甲今仔日差不多，爱到拜三的时阵，水气才会慢慢啊减少。不过北部甲东半部还是会落局部的短暂雨。另外，伫咧十月初七形成的轻度风台布拉曼，目前是伫咧关岛东南端的海面，向西北转西边咧行驶，离台湾是真远，未有直接的影响。